本地祖屋转售价以及私人住宅价格连续四个季度上扬，第一季度的祖屋转售价和私宅价格分别上涨了2.8%和2.9%。市区重建局发表的数据显示，第一季度的私宅价格按季增长了2.9%，其中代表中档私宅的其他中央区上扬6.1%，中央区以外上涨0.9%。不过，核心中央区的非有地私宅则是下降0.3%。而在祖屋转售价方面，建屋发展局的数据则显示，上个季度的祖屋转售价上升2.8%。建屋发展局文告透露，当局五月和八月将分别在红山、芽龙、登嘉、雾兰、后港、玉郎东、嘉冷黄埔、女皇镇和淡滨尼推出大约8700个预购祖屋单位。